上气成功向老外复仇，还扛走了一箱战利品。满怀期待的撬开箱子，想要看看有什么惊喜，结果里面是一堆废铁。好在老外的包里有不少宝贝，比较重要的是两颗手雷，还有一根凤凰针。传闻这针啊，用了能起死回生，十分的珍贵。有了这个保障，我决定再去一趟老外家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宝贝。出发。观察了半个点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动静，估计是昨天车炸了，今天出门找车去了。大门锁上了，走到后面去。OK， 就这里了。一颗雷就炸掉了，不错，剩下一颗。芯片锁，用昨天老外的芯片直接打开。锁已开启，请按把手。OK， 没人。箱子都锁上了，先上楼，得确定家里是没有人的。二楼的布局好像是个厨房。我靠，这冰箱也锁呢。三楼还有张床，是两个人没错了。最后是楼顶，啥也没有。OK， 开始搬家了。箱子锁了没关系啊，搬走再说。这铁箱子竟然搬不动，里面装了什么啊？这么重？哦，没上锁。一堆石头包。这个呢？一堆破砖头。这些就留着吧。OK， 能搬的都搬完了，也没啥。这冰箱也给他抱走。有车上，老外回来了，不慌，先上楼。呀，在门口扫雷呢，看样子是昨天被炸出阴影了。不急，他要进来的。去你吧！正愁宝贝不够多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哦，对，先去把床拆了，不能让他复活。OK， 开摸。哟，三级甲，好东西，一把冲锋枪，嗯，还行，不过微冲我不太行。有脚步，听声音就在外面，不慌，进屋再说。哎呦我操！刘馆长，哎呦，伤势有点重了，来根凤凰针。悄悄摸到楼顶，找出对面位置，看到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我去你的！哥们儿，这正经人谁射箭呢？现在都玩高科技了。这就是昨天在楼顶突突我的家伙，终于让我给报仇雪恨了。爽！冲锋枪拿走，看看包里有什么宝贝。我靠，一堆吃的。第二个人背的是食物，那第一个人背的肯定是弹药了。果然没错，还好刚才对战的是后勤兵啊，要是跟这正规军打，我怕会走不出这个门呢。OK， 此地不宜久留，出发交易区卖货去。先来武器店，把用不上的弹药都处理掉。哦，对了，这地方有很多偷车的，得把车看紧点。正好包里有把银锁，给车扣上。卖掉了弹药和两把冲锋枪，获利6600，给自己留下左轮子弹、针和手雷。接下来只要再把箱子都带过来。你是昨天那个兄弟吗？小绿毛，又是你啊，啥事儿？昨天说了别来了，你又骑车过来，不怕车子没了吗？开玩笑，今天车上锁了，上的还是银锁，当我跟你闹呢。你来。怎么了？你还想当我面给我车撬了呀？银锁我自己撬都要几分钟，难不成你还能几秒？哎，我操！哎，你这什么时候开的？哎，等一下，别走别走，立刻。这种锁我3秒就打开了，牛逼！对了，绿哥，我那有5个上了锁的箱子，你帮我都撬开，事成之后我九你一，怎么样？我8你哦。那不行，我7你3吧。我6你4。行了行了，5-5，那不然就算了。谁五？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这谁啊？
是绿毛毛。不是绿毛哥，这是你啊？不是你这么有实力的？哦，好，走走。这车锁了，我进不去啊。金主 ，OK， 现在可以了。那你开，我带路，出发。找到了，亮哥，在这里呢。你跑过来干啥？你把车开过来呀、啊？有人。OK 了，全都装车里了。我们现在回……哎，等一下，哥，我屌，洗澡也洗了嘞。OK， 箱子都拿出来了，开始表演吧。这套衣服限制我的发挥，我要换下衣服。还有这讲究呢？可以了，来分赃吧。这么快啊？温奶都还没喝完。有车上，好像有人来卖东西了。走吧，看看去。嘘，你别动。人都会打草惊蛇，我一个人去。那行吧。见者有份啊。有人。OK， 到了激动人心的开盲盒环节了。先从木箱开始。一堆材料，下一个，一堆衣服，下一个。还是材料啊？铁箱子呢？哦，有一些武器和弹药，最后一个了。我靠！这连颗地雷都没有啊！太失败了。把能卖的都装进一个箱子里，然后统一处理掉。哎，绿毛哥出来了，看样子是得手了呀。哦，一台皮卡车，这手里有活啊，到哪都能吃上饭呢。嗯，上次这么气急败坏的好像是我。